这就按照咱俩的啊。好。这我有。有。这我也有。都有呀。对，因为我老买这些东西。你拿回去接着做手机吧。好，也行。那个澳门泡的太带劲了，哦，能不能多唱唱好歌呀？哎呦喂，行啊，无所谓啊，能演出就唱了。好。我还记得，你不是说发新歌吗？我是想发呀，我得定个日子呀。我看黄历说，反正要不就是三月底，要不四月初发呗。四月初得过完清明节再发，要不三月初发也行。这样我四月初演出就可以唱了。还是接活呢？不，跟活没有关系啊。反正活的歌是五月份的歌。那中央音乐节你去吗？商演是吧？啊。是那首特别夏天的歌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歌曲太多了，已经都也忘了，排不过来了。对，无所谓了，瞎出呗。出就行，出就行。今天有人放了一个你给陕西广播电视台20周年录的一个庆祝，你什么时候录的呀？昨天录完像录的。哦，人家非得那个弄不弄不弄。今天过生日，昨天炫耀。麻烦。弄完完了。火锅吃了吗？没吃。哦。他们吃了。赶紧回来休息了，小心。我对，那么瘦啊，该吃点饭吧。我已经自己在吃很多甜的了，还是没有用啊。他那天，反正我姐们可喜欢你了。我想，你太瘦了。我看哪儿不看见了？你说什么？看蜜门拍的。哦，是有点瘦。就去年那个，你就一直没有胖，还是得多吃点甜的。我想和你唱，能唱新歌吗？哦，应该唱不了。哦，是自己的歌吗？对，因为他们都排了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管那些。哦、然后他们只告诉我最终结果，我觉得我听着行就演，不行就换我自个儿的。嗯。我已经不操这些心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都是别人的事儿。我最终听着行就行，不行我就用我自己的就行。就该这样，大老板。因为之前没有用过，这些事情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所以就做自个儿觉得行了就可以了。能从哪儿走？是这样吗？咱们是还讲笑话吗？有啊，我看有好多那笑话呢，反正就挨个讲呗。你们觉得好笑就最重要吧。我觉得还行，有几个缺的还行。稍微在你评论底下看一笑话啊，就是说如果你长时间不洗澡，你就会什么语言啊？你就会越南文、哦行，我觉得你适合那个大侦探的开场。在那个开始的时候，我各种，那就是你开始的。没有，我只是说那是一个极其宽容的舞台，可以讲最尬的事情。我上回见还是2月11号，上个月真棒。行，走哪儿去呀？大明星谁都认识，别人就问谁呀、啊、谁。谁呀、啊？明星能是谁呀、啊？大明星，大歌星，歌星呗。我知道啊。你们上了，你别在马路上。对，歌星。太瘦了。你去上海录啥节目呀？什么？去上海录什么节目？不能说、啊，但是也知道了，就是那个。就是你会觉得我怎么会录这个节目？我去了，因为他们答应我不用，
不用干那些事儿，我就可以了。能唱歌吗？唱歌不需要，怎么唱歌？不是唱歌的。那天带着假发片是吗？对。累了。什么时候又把这堆口罩找出来了？不知道，就是别人给我，我就带着。他们塞给我的。冷吗？今天北京还挺冷，我都穿上了。冷啊，有点冷。开始降温了。但是明天又升温了。那要不然还在明天呢啊？我想买一只那个狗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就是那毛绒玩具啊，特别可爱，叫小狗高兴了，还是叫快乐的小狗啊？就是那只狗，就是那样，看着可开心了。你买了你？嗯，我特别最近特别好买，高兴的狗对。拜拜。